热血了，向来都是很耐玩的游戏啊。这是，哎，这是人家加我的，是不是？我在想要怎么讲。哎呀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榜单怎么讲。那我们今天先给你们看深渊第一名的玩家，深渊排行榜。黑白玩家，他目前100层和100层黑白乱龙玩家，来，首先排行榜第一玩家，帅爆！那之后可能会直接讲他的武器，他现在武器已经可以看了，像是他现在已经，冲锋者，闪电就是法杖破金。我就知道这游戏有多狂了，唉，非常的狂啊！排行榜去查一下，一组是什么？哦，哇，还是更新呢，阿鸟喂，太佩服了。还有符文装哎，它就是一个更新啊，因为以前没这么多。知道吗？有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给我上层我就受罪了。哼。暮色小镇一下。军营城，哇，好多人哦！哎，这期还很多人在玩呢，我的天啊！啊，我是觉得啦，真不愧是暗黑手游啊，评价还这么多人在玩。